无所住是相对有所住的。你看看你现在不是就住在这儿住在那儿，心住在你挂的爱的事情上，住在珠海或者住在广州，住在你喜欢的人身上，住在你讨厌的人身上，或者住在你的状态，说哎呀我好无聊，哎呀我好寂寞，哎呀我好不舒服，哎呀我应该什么，哎呀不应该，这都叫有所住。寥寥分明，做做啥就是做啥，这叫无所住境界。嗯，这是从人力讲的，当然是从空性的角度讲，你本来是空性的，往哪住？那住的有个地方，这个苹果的它有个平台，它才往上放嘛。你有个我，肯定有挂哎。你有这个平台，它才有东西放嘛。空性根尘脱落的时候，就叫无所住，挂上也叫不住，因为它是幻境，就挂上了嘛，两边都幻嘛，是吧？幻境挂幻境，你还叫住吗？但这个是果位上的，这个是这是令导，所以理解一个佛的界定，随着你的修正的层次，你会有不同层面的了悟。嗯。禅哪有禅？只是佛的第一义谛是心法，是吧？所以哪有出地？所以你看我刚才讲的说，当我们成道以后，我们本来就是佛那个修行之路变成个梦境了，所以哪有次第？你觉醒来就是啊，所以你那个次第是在梦里边做梦中事啊，是吧？嗯。法门，嗯，出地上修一个，从一个根开始，快一点。嗯，当然其他法门也可以。嗯，那师傅，你说这个就是因为知见不够嘛，所以就要不停的去听嘛，不停的去理解嘛，然后就可以做到。听闻搞清楚啊，最起码心里边了了分明，对这条路了了分明的时候，你这条路成道之路开始越来，你看小乘也行，看大乘也行，你没有疑惑了，你开始在坐垫上修正，是吧？这样你就成道，你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出问题出在哪里了。但是说你没听懂，没有考完圆满的听懂以前也能修行，只是收获没那么大。你觉得停个念头很难，你如果自己有一个我相，有一个众生相，你能停下个念头，你心取向，你是个什么东西，众生是个什么？你说我有情，有情，这个有情到底是怎么个有情？所有的定义在空性这一块全部是要放下。但是这个放下不是你在你迷失的时候，在你没听懂空性第一地的时候，你拿起放下都有问题，你都叫执着。你听懂了，你放下了，你就自然放下了，知道吗？你要是放不下，真的是没听懂。我告诉你，用我们的聪明才智，你要是听懂了，一定放下。这就像这块有个蛇，你看见说个蛇，我说不是，是个绳子。你一看也是啊，就是说我们经常杯弓蛇影的。如果你看清楚它这个绳子，你会怕它吗？看清楚生死是个幻境，你怎么会怕生死啊？你怎么会恐惧啊？有恐惧感啊？你有恐惧，绝对没看清楚，觉得它就是个蛇。但是说，你说，杯弓蛇影曾经被蛇咬过，这块有一个橡皮做的假蛇，哎呀，跟真蛇太像了。然后我告诉你，那是个假的。你虽然知道假的，但是心里的阴影还在起作用，那叫习气，知道吧？虽然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个幻境，但是心里还是恐惧啊，是吧？好，那个恐惧靠什么本能的反应？那个靠坐垫上修禅定来灭，如如不动，把那个那叫凶修，那叫习气，把那修的。既然这个世界能把你修成那样子，拿佛法把它熏回来，知道？拿第一地把它熏回来。但是这个我是，只能是咱们这样聊啊，因为这个你在正的过程中会有不断的每个人的体验不同。我是举个例子。听您说这个，你知道吧？哦，就是本能的是需要在修到位，修的在到位上去破的。本能的这个是一定要你要修正的，一定要刚开始很多人以在坐垫上修来去作为一个修正的一个方法，哎，身心不动来去破。哎，你在思想上刚开始说我不着想，只能不着想，但本能的着想就是本能的会情绪起来，本能的会，你他骂你不着想，无所谓，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但是心里烦啊，是吧？我不开心啊。就是本能觉受啊，就是你这一块就反应，这个要靠禅定。但是在坐垫上修，一定要先听懂第一地，就把刚才我说的这些要了了分明在脑中清清楚了，然后你再是去怎么样不取向啊？比如有个人骂我，我心里明知道不取向，但是我本能会升起一股愤怒，这就是习气，这叫本能，知道吧？但是还在你取向，你取了内境了吗？它就是个能量起来集结起来的。但是呢，定义它叫愤怒，然后呢，定义它叫不舒服痛苦。但是这个定义人力是刚开始是去不掉的，你就是这样的。而且你觉得这个它会连贯产生觉受啊，很深的安住在自信上去，如如不动就可以了。
就去禅定，就是按照这个呼吸法呀，或者什么？不是，安住到你一定要找到你的自信，安住在自信上去啊。现在我们的问题，所有的烦恼痛苦来自于生灭法，来自于根尘生灭法，是吧？有六根你才有痛苦嘛，是吧？没六根你不苦。现在我们要回到不生不灭里边，是吧？对。回到不生不灭，回到佛性里边，你就在极乐世界了，是吧？每个佛都活在自己的清净的世界里。那等于是我现在有生灭的六根啊，跟佛不生不灭的两个东西要相应应过来，因为你本来是佛嘛。嗯。现在你在幻境里面，等于是这两个东西从一起步就要相应，知道吧？你才，因为你本来是佛，这叫学佛嘛。一开始你就你的六根，你只有一个六根嘛，现在是吧？你没有别的依止嘛。你在这个世界显像只有一个眼耳鼻舌身意数，虽然他说是这个生灭法，管他真假了，反正就有个你啊。而且你觉得苦也是这个东西苦，是吧？他觉受苦，他心里烦，你就是着相也是因为有他嘛。一开始修行，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个不生生灭的这个东西，要跟佛的不生不灭这个功德的天上地上唯我独尊者这个两个东西要应过来，这样才能成佛。你不能说是你努力的要从一个凡夫变成个佛，那你变吧，你学了孙悟空72变变不成，我告诉你，直接开始就是平等的，你跟佛是无二无别的，好像我过硬硬过来是吧？你现在是生灭的佛的功德，你从一起步，你怎么个硬法？你一起步就要安住在自信上修，知道吧？你不能安住在生灭里边修，知道吧？什么叫安住在生灭里修啊？就是说你的心怎么样，就算是安住在生灭法里修，而不是安住在自信里边修。就是这个世界你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生灭心在做，做所有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考大学拼命的考，我们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大学生，我们要种苹果，我们要去用一个种子变成一个苹果树，然后变成，都是有一个次第，有一个过程的，知道吧？我们追求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要努力的追求，努力的欲求欲求欲求，然后从无到有，是吧？借个桌子我想规划，我借个房子我要通到这一个蓝图，我要盖这个房子好，我要有个地基，我要有个图纸，然后找个工人把它一砖一瓦一砖盖，是吧？经过一个月两个月我盖起来了，从无到有，是吧？佛学没有蓝图，就是说如果你开始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你不能在头脑里边有一个你要从一个不放光的凡夫进化进化进化变成一个放光的佛，这叫生灭法，知道吧？这种求证成是成不了的，知道吧？你就修错了，你不能用生灭心来求佛果，从一开始就回来就应过来，你一开始你就是佛，是吧？这个是个概念了啊，你肯定不是，因为你刚开始你还迷失嘛。好，你是个就算是个迷失的佛吧啊，应过来的时候你的心要安住在自信上才能跟佛应，那剩下的就是幻境了。但这个自信怎么找？所以为什么说禅宗里边有明心见性，见性起修嘛？你一定要知道自信啊！你咱们不用学的那么深奥，说禅宗里边一定要见性，要修那个八年禅定境，就是佛说的，你这眼根里有见性啊，耳根里边有闻性啊，声音有动静，闻性不动啊。你看能听动，能听静，分别动静的心是生灭的，但是闻性不动啊。如果闻性动了的话，他听动的时候同时听不见静啊。他听，比如听乐器，他听到古琴声的话，他听不到琵琶声，但是闻性是同时圆觉的，哎，好，说明他听闻的那个能听的跟所听的那个两个是幻境，但是闻性始终没动啊，空性在这里啊。你如果能了解这一点，你就能找到闻性，知道吧？你就能安住在那个闻性的角度去修佛果，知道吧？这就是安住在闻性上修佛果。当你的心一安住在闻性上的时候，虽然这个闻性还不是湛然成疾，还不能圆觉。你还因为分别意识还影响你，但是你已经是跟佛相应了，你已经跟佛应在一起了，你这个六根就变成佛的，已经变成佛果了，就是无上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你的六根就转了，戒性也是，修性也是，你不要扔这个可很是宝贵，这六根不要觉得它是个臭皮囊把它扔掉，去这儿找，去这儿找，你就会，你的我们这个世界上追求很多名利情欲望，我们的意识层面哇就在空中飘，你知道吧？化身无数啊，在空中飘，回到你的六根来，去你的根里边找，找无处不在的佛性。因为没有时空，所以根本就没有处。什么叫无处不在？没有无处这个字，知道吧？因为没有空间，怎么有无处呢？你现在唯一有的就是这个臭皮囊，是吧？就是这个宝贝啊，就在这个宝贝里，全世界都在这儿啊。
你不要以为这个六根多附近庙多丑陋，你的宇宙三千大千世界全世界全在这儿，宇宙根尘实全在这儿，空性在这儿，三千大千世界全在这儿，真的假的全在这儿，空的有的全在这儿，有为法无为法全在这儿，你就是佛、啊、无上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只是现在我没有把这个根尘实的纠缠，因为生生世世轮转有习气嘛。佛说我们微细意识如瀑流啊，就是我们现在你粗的分别意识，你会觉得你能够转，还有我们微细的意识不是你现在的境界能够察觉的，就像你不能看到这个灯的电波是生灭的，不能你无法看到这个灯是一会儿亮一下子是亮了灭了亮了灭了，是这样的，你一直认为它着着，你的也有局限性，知道吧？你的六根你现在的觉知觉照全有局限性，都不是圆觉，你还不能六根互用，所以微细的意识你察觉不到，你的微细意识你甚至你坐在这觉得自己不动了，佛说你叫静极流深啊，就是你那水就像那座大海很深的河，水面上是平的，但是底下其实流得很快，流得太快你看不见了，我们微细的意识像瀑流一样流的，你根本不知道，你察觉不到，那些都要停下，那些生灭才是根本的，带着种子在转，你知道吧？所以要一直要就沉浸到那儿，察觉到你那些东西都要清理掉，然后你就回到不生不灭的本觉本明啊。但本觉本明是无形无相的，没有一个东西叫本觉本明，所以当你成佛那一刻回到这个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根尘实里全是空性，没有东西不是空性啊，都是佛，对吧？听一个法师讲话叫一门深入，嗯，说的叫耳根门，当时我怎么也理解不了，经过你这么一说，我这么一体验，对吧？我有一个感受。他这个是《楞严经》里边的一门深入，就是《楞严经》里边他说佛二十五位菩萨起来分享他的修道经历，《楞严经》里边，然后每一个正好二十五位把根尘实全部修了。就是每一个正好他分是也跟他就是一直修，全部说完以后，佛就说让文殊菩萨起来给初修行人选择一个最好的法门，他就这个初修行人就是说普遍三根，而且不只是初修行人，说耳根圆通是最好的。为什么耳根？第一是耳根圆，耳根是个立根，如果六根哪个立，咱们不是经常说根气好啊，咱们说谁根气好，在六根比较一下哪个根气好。眼睛隔着墙看不见了，耳根隔着墙能听到，是吧？他聪明是吧？我是举个例子，当然说佛在《楞严经》里边就把专门分了六根的优劣，跟你说耳根就1200个功德，就是功德就是他累，他能一里之外的眼睛看不见，耳朵能听到，你睡着了，我叫你你都能醒来，但是你眼根是看不见我的，是吧？你看人睡梦之中你叫他都能听到你叫他，他就直接醒来了，说你叫我叫醒来，你拿个东西他睡着你在他面前晃能晃醒来，很难晃醒来，他看不见嘛，但是喊他就能触觉也可以，还有舌根也可以，说话也挺圆融的，是吧？但是呢选择起来六根里边耳根是比较好的。而且你看人在起修的时候，不管你在深山老林啊，就是或者毛坡很寂静的地方，总是有声音的，声音是你色相可以没有，你闭上眼啥也看不见，只看见黑暗，鼻子也可以没有香味，是吧？如果你修鼻根，你的前边拿个香每天点着，是吧？一会儿不分别香嘛，是吧？你修眼根，你的不分别明暗色相嘛，是吧？鼻根是香臭嘛，嘴你还得吃东西才能修啊，你要不分别味觉嘛，是吧？声音你还得有人不停的推你，不分别动静这个触觉嘛。但耳根不用啊，你一个人就能修啊，是吧？你不需要这种麻烦，耳根是很方便。你在山里边没声音，还有没声音的响，是吧？静响嘛，咱们不是平时说静音嘛，是不是？静音也叫声音啊，这种静音啊，动音是吧？你在哪能修，很方便，自带修行的工具，所以耳根比较方便，而且它也累，而且能听到有很远的声音，隔墙也能听，睡着也能听，所以。它是个很好的修行法，它本来就圆满，它本来比其他根就圆满一些，你不是叫圆觉吗？所以耳根本来比其他根就利一点，就是更接近这个圆通啊，哎，更容易圆通。圆通的境界是突破所有的维度，通达了所有的维度，不是啥也没有了，所以六根互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不是啥也不知道啊，不是坐在那儿睡着了啥也不知道，六根互用就是你全在一心，全是用心看，不是在用眼睛看，不是用耳闻了，六根合为一个，但一个也是空，六根消失就没有一嘛，因为说六只是以为有一才有六嘛，六都消失了，所以一也没有了，然后回到空性，把本来的那个也破掉，但这个过程就叫修道嘛，就源头其实就是里边有一些纠缠。
然后我们开始为什么要净化，大家开始有时候修行要吃素，知道吧，太浑浊了，你不知道里边真的不是只有儿屎啊，那种气浑浊的，六根的气啊，身心的气就像个发酵的缸，知道吗，这肚子里边这生根啊，六根真的是浑浊，浑沉，浑浊就生坑者吃多了，知道吧，吃多就浑浊，然后吃肉，吃肉发酵的东西更多，知道吧，这里边它发酵能导致六根浑浊浑沉，人又昏昏欲睡，然后堵塞气脉啊，然后还不清净，浑浊嘛，所以你吃的清淡点，然后欲望轻一点，欲望能导致什么，你各种欲望纠缠你很痛苦，它导致这个气脉气不走正常轨道，你人督二脉不好好走，它在这儿乱走乱窜，就走不到正常，就乱窜，然后导致你我们说的气脉纠缠，因为到最后没有气脉的，等于是没气脉的，到最后成佛只有光充满你的身体啊，所以欲望清心寡欲，吃素那一餐足够了，只要你能够维持生命就，你看佛所有的就像弥勒日巴佛那些都吃的很少，我们都是四五十岁开始修行啊，我们已经身体有时候这个不好了，身体有病了啊，有的有比如说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这些就是或者是身体脾胃啊一些，这个时候就不要这样子，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因为你不是从十八岁五六岁开始起修，已经在有病的时候你开始学佛又开始修正，根据你的身体状况，该吃肉吃肉，该吃素吃素，是吧，根据身体状况来做，这个不是重点，但是呢如果你身体很好，那么我觉得少吃一点是可以的啊，就是根据，如果你说我一点病也没有，我有身体又年轻，那么吃一餐日中一餐就够了，如果你要工作两餐也可以，当然刚开始但是清淡为主，不要吃肉的，这个先不管慈悲心的问题啊，但杀业来了也是挺麻烦的，杀业能导致人得病，如果你吃肉吃，很多人说我也吃了一辈子肉我也没得个病，那你是没熟，祝贺你，你的杀业没熟，是吧，只是他有的是杀业熟了，杀业就容易导致身体得病啊等等，但这个有时候防不胜防，谁知道呢，突然就是熟了，因为还有前世好烧烧尸，不知道哪一世是吧，要债的来了是吧，一个是清净，一个还有就是打坐的时候刚开始学会把呼吸调好，都半路修行嘛，都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气脉纠缠，身体混浊，这是一开始，所以一开始要净化，还有就是杀盗淫，这个杀盗淫会导致什么，为什么佛学里面很重视这个杀盗淫，这个佛不是让你就变成一个道德学家变成个什么的，它是你淫心啊，这个淫心啊断不尽的话，你就是劣生死，淫心断不尽你就会劣轮回劣生死，总有在微细的这种意识里边你是劣，有淫你就会取向，知道吧，淫心还有到最后取向，我到时候说到最后破的时候连蓝天白云你喜欢的任何境都叫淫，都会浸淫在其中，琴棋书画蓝天白云，不是说淫心都破的到最后不是男女，所以越后越微细，你会执着在这些，有的喜欢古董，有的喜欢手机电脑都叫淫，我告诉你，是吧，但所以佛你看为啥当年不让他的弟子琴棋书画都不让学，他是一个淫心，就是但是杀盗淫从人力的角度，你有从六根的角度，他说你要是不断杀啊，不断杀心的话，你就还不完的债务，杀业就是你的欠的债你老还不了，不断的又造新债，这个杀债是很难还的，你知道，哎，就是而且身体会得病，在路上就是容易导致你修行又没修成你就死掉了或者是什么，就很难这一辈子去坚持完，还有淫会导致相生，情债还不完啊，情债很难还的，他生你你生他，他生你你生他，相生不断，这个生的相续断不了断不尽，同学也是很仗道的吧，是吧，互相相负，就是说相欠，这三个提了你暂时可以不还债，暂时你上辈子上上世你要停了，不管你哪一世造作下的那些淫暂时不收，杀盗淫戒杀盗淫，戒杀盗淫的话，你这三个重要的能让你轮转的重大的那种，就是那种像我们的业报啊，推着我们往前走嘛，无名业力，这三个能停下，就是说我们生生世世假如已经造作了很多恶报或者善报，因为善报恶报都让我们轮转嘛，可以停住不熟，你知道吧，杀盗淫可以让我们不熟，就是暂时没障碍，障碍很少，而且不容易感召魔境，先成道再说，不是说杀盗淫里面没有空性，也有万法里边都有空性，是不是，只是这些东西太影响你成佛了，知道吧，你在根尘时的纠结里，这个是很重要的让你纠结的一些事情，你先停一下，不是让你说是割舍什么，是你先停，但是当然你要是了解第一义谛，你越圆满，对第一义谛了解的越透越圆满，这些东西根本就是
都是些就像桌上的苹果一样，你可吃不可吃，可吃你不会纠结的，真的是你不透，你不会觉得那么难放一个苹果，你有它难的。大家放个苹果谁也能放下，放情欲你就放不下，因为你以性取向，你给情欲定下了很多的定义。你以为情欲有啥？情欲还不如是苹果实实际际的还抓在手里，如此的虚幻的东西，但是你给它一大堆定义，跟你的六根纠缠在一起，跟生生世世的业报纠缠在一起，所以你放不下，知道吧？放不下的原因是它每天影响你，还有觉受，它很多人能触动你，很多情能触动你，很多爱什么东西都能触动。你在乎什么都能触动，你在乎这个杯子，杯子打了你都伤心两铁板，是吧？在意的都能触动你，是吧？并不是说情啊这些东西。所以刚开始你停下杀盗淫，在这一生就是说这样，你就变成一个干净的杯子。这样修行你障碍很少，但停不下来也可以修，没问题啊。再嫁人，你说我洗不净，老是一下子太乱了，洗不净。在坐垫上开始修，先修，从六根开始先找到自信，最起码自信不染浊。你就是今天闻到佛法这一刻，你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说这个，哎呀，老师，我从昨天开始做的那些事都不能提了，想也不能想，太坏了，坏的不敢说。没问题，知道吧？自信不会染的，你的自信不散播，自信不会染着的，如如不动在这儿，而且不染着一点也没有，不垢不净，知道吧？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自信仍然是清净无染的跟着你在那儿，找到他就 OK， 找到他你跟如来还是能相应，知道吧？然后去破分别，知道吧？当然你成佛了，你会主动回来还包的，一般你都会主动回来说，我这次欠你一条命，要不你杀我一下试试，是吧？你看二祖嘛，直接把头放吐到下，是吧？有些上司会愿意回来去聊这些缘嘛，嗯，有些上司不聊也可以，就是也找不到。